邀请到第一组为我们表演的这一群年轻一辈的同学，还有小小朋友，好厉害！这是来自彰化创意产业协会为我们带来的是南北管的演奏。演奏这个部分呢，要邀请我们所有的朋友注意看，因为一般的南北管都是在庙会，也比如在头前都看到咱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叫我这一生的记忆。今天大家看到的是一群我们的莘莘学子，这就代表是我们文化的传承。现在我们就要邀请所有与会的嘉宾，借由大家热烈的掌声来欢迎彰化创意产业协会为我们带来南北管的演出，掌声鼓励。
恩慈哦。哎呦，还有我们小小朋友，听说只有中班还小班哦，中班哦，好可爱哟、哦、哈、哦，这是被妈妈逼学的吗？还是他自己有兴趣啊？哈、哦，好厉害哈、哦！好，那么今天呢，看到咱第一组就是来自咱的彰化创意产业协会，为我们带来南北馆的演出。那么紧接着呢，我们要借由大家热烈的掌声，来欢迎咱的老当水长哈，去到舞台顶，大家哦，祝福解东西要拜个晚年哦，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在猪年都能够行大运、走好运啦哦。当然，这个猪年呢，除了我们